这个菜呢，就是说虽然在家常也可以做，用这种操作方法，我们呢宴请外宾的时候也用这个东西。同志们好，同志们啊，你看看今天大家猜的这是什么？这是鱼啊，是肉。同志们有没有知道的、啊？这能不能看出来、啊？是呀，一般人好看不出来吧？对，这个看着像肉，哎，其实是鱼。啥鱼？什么鱼呢？鲟黄鱼。哎，我们北方这块其实南方也有啊，南方虽然也有养殖的。这个鲟黄鱼，在我们龙江，它是一道上品。上品。哎。过去呢，这个鱼呢，够个的啊，那都是给宫廷送去。对，清朝的时候。清朝是。今天呢，我就要做这个用黄鱼做一个锅塔黄鱼。咱们也享受享受啊，过去宫廷菜。其实这个锅塔的技法啊，是属于鲁菜，是不是？对。来吧，谁啊？您改刀吧。我现在呢，就把黄鱼改改刀。这黄鱼我们把皮已经去掉了啊。哎，对，你看吧。这个纹络哈、啊，哎，这个纹络哈、啊，像肉，对，它跟肉、像猪肉似的，对，像鱼肉啊。我现在呢，就是为了将就这个材料啊，一刀，我就中间给它切一刀。这块鱼肉是我们整个大黄鱼肉的冰山一角，对了，一点点。哎，切这个片的时候啊，不要太薄啊，厚点，太薄了不行，易碎是吧？对，哎，像锅包肉似的呗。哎，锅包肉大片，你不能太那啥呀、啊。太薄了，它到时候易碎。对，哎，不整齐。这刀呢，你就不能立着切了，片，这刀就得片。好，啊，大片啊，喂喂口啊，花雕酒，再来点盐，来点胡椒粉去腥啊。这鱼肉其实说实话，这鱼真不大行。不行，买鲜的真不行。对，腌了十分钟，我给它蘸上面。为什么要蘸面呢？它裹蛋的时候能挂得均匀啊。三个鸡蛋啊。给点火稍微啊。给点，但不能太大哈。对了，这是锅塔的前端啊。对。好嘞，倒炝锅啊，葱姜丝香蒜片香菜先不放啊。来了，哎，碰上花雕酒，来上开水，开水，哦，好了，放点盐，放点糖，再来点味。啊 ，OK。所以咱北方受到鲁菜的这个影响很深。这个呢，就是说，东三省。东三省啊，包括天津、北京这块是吧？对，就北方这块。这北方这块呢，就是受到鲁菜的影响极深。对。有很多，你像那个京菜啦，东北菜啦，对，这个很多，这个都是。鲁菜演变过来，都有它的影子，都有它的影子。对，所以说这个鲁菜呀、啊，在全国这个整个这个菜系当中啊、它是一个很大的菜系。对，是包括是南方菜，它也有深远影响，是吧？它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说鲁菜呢，它有沿海地区，对对对，内陆，对对对对对、所以说胶东，它这个胶东啊，对，和沿海呀、啊，这个物产丰富，对了，食品呢。花样给摆的多，对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我们龙江的，基本上的这个鲁菜的引进呢，是从关东年代，对，开始的，对，在哈尔滨有什么山东菜馆，对，那时候厨师有哈尔滨有山东帮，对，是不是叫慈溪帮？我们北方大厦呢，有两个帮派。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！整成帮派了。对，一个是山东帮啊，以我师傅为首的啊，是山东帮。但是这个山东帮呢，我师祖呢，那时候应该叫师祖，我师爷的时候叫师祖，
已经是这个这个是厨师长的级别，对，占领了帮派的老大。哎，赶这个这个董耀了，关雎，关雎是双城，董耀是那个双城堡，双城堡的，哎，他俩呢为首的呢是此地方为首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说这个鲁菜的发源和对东北菜的一个深远的影响，真是啊，包括辽菜、荠菜啊、天津菜，对，北京跟老多鲁菜馆了。北京对，就现在你上北京啊，它也有这个山东菜馆。完了，谁糊了？糊了，你烙糊了。胡椒粉啊，搁点胡椒粉。哎，咱们塔菜呢，不勾芡是这样。哎，塔菜记住啊。锅塔、水塔、南塔这几种塔，我这个锅塔不勾芡，哎，啊，带点汤汁儿，带点汤汁儿啊，不带汤汁儿。其实，对，不带汤汁不行啊，不行。其实师爷，咱们这个鲁菜发展到咱们北方这块儿，其实有一些变化，对，啊，因地制宜了是吧？因地制宜了 是吧？对，还是跟这个鲁菜当地，不是说不正宗，是结合我们北方当地人的饮食习惯，做了一些深远的一个改变是吧？对，看这边。汤汁靠到现在，基本上就接近这个好了，糊了，糊了。我给你拿盘子去啊，准备呗，师爷。哎，来香油啦！哎呀，这鲁菜我告诉你，那你没有香油哪行啦？哎，香菜梗加进去 ，OK。大火出锅，大火。看我出锅啊，是泼式的，泼式。哎呀，你又享受了哈，小尹呐，你又享受了，就享受这大片子又做了20多年厨师，就不能享受享受了是吧？你就享受吧，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怎么什么感觉？是不是？哎，对呀，什么感觉？哎，你在家，同志们在家自己做就知道什么感觉了啊！哎，我就不告诉大家什么感觉了。这个呢，煎呢，就是说你要在家呢，不能大翻勺，你把它倒出来，完了翻过来再煎。不用翻了，在家。哎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呢，关键呢，就是在煎，一定要煎上色，煎出香味儿，然后烹花椒酒。在这个加汤，哎，关键他得买鱼，关键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鱼呢要吃嫩，啊，虽然它是没有毛刺儿，对，但是呢，它吃这个鱼呢比较嫩，啊，这鱼在南方北方都有常见的，是正常见的，这个菜呢就是说虽然在家常也可以做，用这种操作方法，我们呢宴请外宾的时候也用这个。啊，因为它方便呢，是吧？没有毛刺，这是关键性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呢，同志们啊，在家里的这个菜儿，说实话很简单。我们是这样的啊，其实我们会一些复杂的一些宫廷菜啊、国宴菜会，但是我们为啥呢？很少展现出来，因为让大家在家里能做落地。我们教的不是厨师。我们分享的这些美食都是为了在家里能做。对，我们要是分享给厨师，让厨师我们开个厨师学校得了呗。他在这分享啥？是不是呀？对，再一个呢，我们用西餐的煎法也可以啊，叫清煎黄鱼啊。哎，完了也是这么煎呗，鲜盐胡椒面，最后呢，浇上点奶油 啊，就是叫西餐的清煎鱼。行吧，这中餐整明白就不错了，还整啥西餐呢？那你。走了，这怎么还给端走了呢？每日烟火气尽在老尹记忆。